疼。斑南一箱箱宝盒补财库堆满宫庙大殿，农历七月十五也被视为是一年之中补财库最佳时机点。中元节不止拜好兄弟，不少民众也把握机会加持满满财运。所以我想说，就是让自己可以多存一点钱，是希望事业可以更顺利这样子。能够感恩谢罪，把这个福分再报在孝亲上面，来做一点善事，也是补财库的最佳的一个日子。在民间信仰中，关圣帝君又被视为五财神，因此台中南天宫举办补财法会，信众几乎年年参加。今年来补财库的信众更是踊跃。今年呢，比过去更加踊跃。他有给差不多三倍，这个数目差不多3000几份。把握中元节，鬼月拜拜求平安，也拜五财神补下半年钱库，要招来满满财运。不论布施金额大小，有诚意最重要。三选沈明志台中采访报道。